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俊。今天呢，我要教你们做一个火箭飞机。首先，你们需要的材料有一把剪刀，使用时要小心一点哦。橡胶、橡皮圈，还有一张纸，要什么颜色的纸都可以。OK， 首先你们需要先把橡皮圈还有剪刀放在一旁，然后把它折一半，折一半 ，OK。然后把它开起来 ，OK， 看到吗？然后就做一个飞机的形状，飞机就是做一个类似三角形，做一个三角形，这样，看到吗 ？OK， 接下来再折多一次，再折，用一样的方法，就是这样折。OK， 就是这样折，这样子折。它就会变成这样子，就是一个飞机。接下来就再折多一次，最后一次，多一次。OK， 折。然后再折这一边。然后直接把它折一半，变成这一个很尖很尖的形状啊。所以现在要在这边剪一个大概斜斜这样小的一个缺口。这边可以开，是不是就在这边可以开的，把它朝下，然后剪向上，剪向上斜一点，剪不要剪完哦，只剪大概一半这样子。然后Maybe in magazines, but you still be my star. Baby, cause in the dark, you can't see shiny cars. And that's when you need me there. With you, I'll always share. Because when the sunshine, we shine together. Told you I'll be here forever.